明天有比赛了，是的，兄弟们，明天有比赛了。我突然感觉，是不是应该先做元素账啊？啊，总感觉 A 的快没啥用啊，烦啊。我经常这个，哇，阿邦，我有点打不动他。他人呢？人呢？你是怎么干的？你干嘛去了你？啊，我打他这么乖。牛啊，不愧是七十段。要点推塔进来，完了，上路有可能要爆炸，这么难的吗？我打他这几下，他就掉这么点血。哇，有没搞错，老哥？过分了吧？这时空阵打坦克也太可怜了吧？看这个样子。不行啊，我要出个元素杖，现在感觉没伤害啊，这边他出了三魔抗我就直接傻掉了，这哇，EA 大招狂暴落地 EA 有没有搞错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大哥这一直刮，我真是麻了呀，这这鞋子都没有做就补的一手输出，这不 EA 2A 来起来，应该还行，属于是打开了局面吧，兄弟们。我觉得我装备还不错呀，打他是真的瓜。那上路应该是推掉了，爆破专家，这么喜感吗？这好像韩信也不敢找我麻烦了呀，大招狂暴落地是吧，以一敌二没有任何问题，但问题就是挺酷的，但杀不掉人，
是不是有点尴尬？有用吗？一打二，他开大加入，他开大减伤，我有点锤不动。但我在一个人在下路玩挺开心的呀，也没人打扰我，挺好。他打不过我了，我有点感觉自己崛起了，兄弟们。啊，那个韩信倒了，我有种可以为所欲为的感觉。我好猛啊！我下路两个塔全部推完了。我再回来推中路塔，这把是不是已经结束了？我直接 EA 大招狂暴落地 EA公正就是这么猛，好不好？老弟，你们有 BGM 吗？我没开歌，必须让你们沉浸式体验一下我司空正的厉害，好吧？没开音乐，有我亲情配音，兄弟们。EA 2A。啊，你这不好吧？大招落地 ，EA 2 AA 还不明白？雷霆之力，我就这么溜 ，EA 2 A， 错了没？新赛季第一把就要被我拿下了，一首对抗如司空正，那真是猛得不得了。什么？你对我拿这个野怪有意见？算了，示弱，没有大招，没有狂暴，需要低调。EA 拉回 A2， 哎，掌控节奏，普通攻击，攒能量 ，A 着再说 ，A。下波兵，我要直接起跳，跳进去 EA 2 AA。来，我来教育一下这个小韩信，小老哥挺跳。再搞个法穿，现在应该是没有人能与我一战，兄弟们。能直接。不行啊，我怕怎么说？那我就 EA 大招狂暴落地 EA 2 AA。最后一拳打不到他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兄弟们。你再送。牛啊！把我拿起来，
结束了呀。新赛季第一把拿下首胜，兄弟们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。